豆腐这样做，三碗米饭不够吃，豆腐切块，两个笨蛋打散，淋入豆腐中，油热下入豆腐，两面煎香盛出，碗中放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白糖、淀粉加水搅匀备用，蒜末小米辣爆香，下入豆腐，淋入调好的料汁，出锅前撒上韭菜即可。